的投资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飆股俱樂部，我是顧德投顧總顧問湯俊奎湯老师。七月十号，台北股市啊气势如虹，牛气冲天，最低的时候涨二十点，最高的时候大涨一百零七，收盘涨九十五点，收在一万零七百九十八，牛气冲天，气势如虹，头也不回，他猛虎出闸，一根啊长红棒做一波的表态，成交量一千零二十八亿，啊，依旧是千亿之上，目前来看的成交量。算稳，好，那今天的可以看得出来，它依旧在季线之上，那条黄色线叫做季线，很骄傲的在高档游走，那显见的它持续要做一波横盘的一个整理，所以回到时间点来看，它做箱型的整理。那我讲过会在季线之上，而且在这条线之上整理的走势，它叫做强势的走势，不然的话拉回也不用关系，它就是所谓的一个什么除权息的旺季，整理完它会再上。那既然它是强势的整理，它既然走第一种箱型，那显见的今天的长红棒，它势必要做强势的一个整理，完全没有回头。重点是这个地方是我不断的提醒你的，七月到八月，六月底一直到八月中，这都是除权息的旺季，它既然是走强势的整理，显见这个大盘啊很强。那强在哪里呢？强在筹码，融资余额，有没有融资余额？它代表的是一个散户的一个。太阳的一个心态表态，好，那融券大涨，融资大减，资减券增币大涨，所以短线部分可以看得出来，筹码有利于多方，再加上今天是选择权的多，这个周选择权要结算，所以今天呢、啊、拉尾盘，今天呢、啊、大涨，今天尾盘拉上来大涨九十五点，利用气势把它拉上来。好，所以你看这个大盘它是属于强势的整理，但是还是那句老话，虽然强归强，但是指数重不重要？不重要。不然的话，我今天大盘盘中大涨一百零七，大涨百点，我只问你一句话：无日事行无声啊，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赚不习乎？重点是第四点，你的股票有没有赚钱乎？如果没有，赚的指数，赔了价差。很多人做电子股啊，现在都在等解套。来到这个市场的目的啊，就是为了赚钱，而不是等解套。好，来，今天又一个股票买进，建丰富。他今天买回来，他已经 A、B、C 修正完毕。那既然 A、B、C 修正完毕，我们做一波的买进的动作，出现止稳讯号。那之前这一波，我也带你走过来，不是只做。你看这个地方就是这样，我不断提醒你，有的股票现在要怎么样？有的是短线来回做波段。那波段的股票一定是趋势型的股票，如何调兵遣将，如何紧张中求胜，是我汤俊奎啊每天在做的事情。好，这是我的工作。之前这一波这个买点，我跟你讲嘛，有没有杀下来？杀下来之后买进，是买进，杀下来之后买进。好，买进之后你看，二三，二十五块半，二十六块二出。因为它跳空出现前一波高不过，然后爆大量是一个漂亮的卖点，所以我出的漂不漂亮我说了不算，市场永远是对的。出完之后呢，开始兵败如山倒，出完之后呢一直跌一直跌，跌跌跌跌跌到今天呢我们再接回来，有没有？出完之后开始跌，跌完之后 ABC 修正买回来，这一波啊财富重分配将近快两根停板，现在再买回来，后面又是赚多赚少的问题，就是这样来来回回。成功的人啊，他不断找方法；失败的人，他不断找借口。我们不断用方法找趋势、产业的结构，在市场上赚钱。市场的钱啊，永远赚不完。你有没有方法？你看得懂趋势吗？你真的看得懂趋势吗？汤老师分析半天，你看一下，我不大讲基本面，因为那个叫做悄悄话。悄悄话的目的。就是要参加会员的原因，你参加会员，我会跟你讲悄悄话，讲完之后你就敢大买500张500万，这是无常跟无常的差别了。很多人看汤老师节目了不起买两张，买一张，那股票飙翻天之后滔滔江水啊，你只赚一台脚踏车，有意义吗？啊，为什么要参加会员？买得多抱得住，才赚得多嘛。那我只分析负责产业的趋势，你看我的股票都是领先全市场的。最近有一个产业大涨，不但大涨还狂飙，它叫做什么？它叫做比特币。比特币从之前的高低点一口气啊，飙到16726之后，
跌下来也是做 ABC 的修正，最近又从3514狂飙到10541，涨了3倍。那这种产业啊，你就要注意哦，对不对？好，那这种产业呢，今天呢、啊、也是成为主流中的主流。今天台北股市啊，大家都在谈论的一个标的啊、哦。那我们今天呢、啊，也顺势操作，今天买进一档股票。我在盘中你有加入我 LINE 的有没有？你有加入我 LINE 的，我有讲吗？有啦哈、哦，我早对我跟你讲。哦，我们买了哦，你看到讯息，我跟你讲，我买，可能你看到的时候在这里，所以有参加加无参加，差半基停板了。买完之后你买也不是，不买也不是，你或许有买，你可能就赚1/3停板，现买现赚，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看到没有？汉讯，恭喜会员今天买进的汉讯啊，涨停板锁住，获利爆了，能看涨，水，不水吗？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所以会费的问题啊，他一天我就帮你解决了。后面享受好山好水好风景的好盘，后面的基本面有没有办法享受好山好水好风景的好盘？我们看一下他的基本面，他做显示卡的。那最近的比特币开始大涨了3倍，那既然涨了3倍，那显示卡就会怎么样？之前的库存啊，赔钱卖，卖完之后后面卖的都是赚钱的，也就是后面又开始获利了。所以这种股票啊，转机股，那转机股就是最标的啊，相关的比特币概念股今天都大涨嘛，看到没有？所以为什么先买先赚？其来有志啊，顺势操作嘛。你了解产业，你就敢去追，买对不怕买贵，钱就是这样赚。一出手，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一出手他就亮灯。今天啊，轻轻松松，会费的问题啊，我一天就帮你解决完了。后面享受好山好水、好风景的好盘。假派哦，一买亮灯涨停锁住，亮灯之后接受全市场的目迎不目送，这不是你要的吗？你为什么没有跟上脚步来？你今天才开始研究比特币，嚯、哦，阿诺，你已经插了一根涨停板。所以啊，还是那句老话，近水楼台，它可不可以先得月啊？三洋工业我也跟你讲过了，对，资产股跟中美贸易大战没关系。美国内需、大陆内需、台湾内需、生技、资产，你琢磨在这三个产业里面是最没有中美贸易大战的关系的，系统性风险问题大家都知道。那你为什么不把钱摆在什么？跟我们来做资产股嘛，21块，当天买，当天就跟你讲，三洋工业有没有？三洋汽车有没有跑得快？22块2，横盘位跟你讲，创新高23.15，有没有？中美贸易大战开打，它还是一样让你赚钱的，赚多赚少的问题嘛。初也跟你讲嘛，退场观望，目的是怕它进入整理，整理完我们再买回来。哎，真的整理，整理完买回来，资金就是做最有效的运用，这又是我每天的工作。中间呢、啊，把资金呢、啊、退出去之后，把这个资金呢、啊、抽出来去做其他的股票，整理完毕之后再买回来。这叫做有效性的运用啊，这是我的工作嘛。你只要做一件事情，手续办完，听指令操作，赚钱了、啊，他轻轻松松，探囊取物。那你看，它是资产股，你最近我五穷六绝七上吊，你经过五月，经过六月，你现在电子股是不是等解套？没有错吧？你明知电子股要进入淡季，你满手电子股。你怨不得别人啊，你不入地狱啊，谁入地狱？我在4月底2个礼拜，我透过这个节目，我不断的提醒你，我们满手生技股喽，我们把电子股出清喽。无吹啊，我讲到无暖，你耳朵啊，马耳东风过。你看一下五穷六绝七上吊，我们做生技股嘛，无代志嘛，我都有给你预告，我不是今天才跟你讲的。那7月生技月，你不是7月生技月再来买生技啊？我在3、4月，我在年初我就跟你讲，生技股你要注意啊。这张图卡你看，3、4月做的嘛，我就跟你讲过了，我准备要买生技，有没有？五穷六绝七上吊，你看6月份，你看，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好顶4174，我要让你躺着买，主厨推荐，务必上车。会这样子做，他一定是千挑百选，百炼成钢啊，他才是主厨推荐嘛，万中选一啊。我们来看看是万中选一，讲完之后开始买，买完之后开始85度的仰角，如入无人之境，持续挑战地心引力，如猛虎出闸，不是猛龙啊，它不过江，一路一路一路
拉回我也跟你讲，人看涨，没有动，人看涨。做股票就是要这么有把握，我们还是获利不出，然后创新高。所以为什么来找我汤顺奎啊？都是熟门熟路亲戚朋友介绍股市淘客一百七，七月二号，八十五度的阳角往上冲啊，跟上脚步来的，你看昊鼎创新高，选对股票跟对的，完全不必管大盘。重点是你跟对的，你有选对股，你赚钱啊，方大，他轻轻松松，这就是你要这个市场的目的嘛。不要因为投资大来刮小来刮，买啊嘛是了几块底。你起码拢点住够了，你起码是不是暗时食袂落，困袂起，放袂出。大盘今天涨翻了，你还是笑不出来。今天大盘大涨百点呢，所以你看一下，我们是赚钱不出，你是在等解套，你是对还是不对？做对股很重要，你跟没有办法选对股，你就跟对人嘛。钱到底应该怎么算？跟着趋势走，财富一定有。你看得懂趋势吗？嗯，生技，你看，我讲的生技不多啊，就是三档宝瑞139。你不要等七月生技月再来买生技，没乎啊！你买不是不买，不是因为它已经突破了。七月生技月，你看六月份你就要大买啦，你看六月份、五月份就要开始买了，五穷六绝七上吊，你把资金怎么样放到生技股嘛？电子股跌死人了，不干你的事。你看我们买完之后，一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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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破，拉回跟你讲。准备要过高，创新高153，我也跟你讲，它会喷出，持续一路有没有喷？我有跟你讲会喷无？啊，我有讲无？你跟你看，那时候最高153、157，拉回又拉回再洗盘，我也跟你讲，它突破压回就是支撑，小心会火山爆发，掉掉吐，掉掉吐，掉掉吐，哎，你看。今天七月十号又准备要过高了，这个高点你不要让它过哦。一旦过去之后，你从周线来看，大收敛三角形，后面出生主升要喷出去了。亲爱的投资朋友，帮我的会员看一下，我的宝瑞需不需要出？哎，看这周线好像不用呢。我们是赚钱等喷出，你是啊？满手电子股等解套，你是对还是不对？无日事行无声，为人谋不忠乎？与朋友交不行乎？赚不习乎？重点是第四点，股票有没有赚钱乎？做了这么多高难度的表演，目的无他，希望你闻香下马。目的无他，希望你随时而上，跟对人很重要啊。这档股票我也是念之在之，念之在之。我住长江头，你住长江尾，欲将心事付瑶琴啊，知音少，玄顿那有谁听？又是主厨推荐，又是求你上车，我说让你躺着买，这个点。继往开来，这个点是不是拉下来让你买，杀下来让你买，买完之后开始动，没有错吧？这个点放大，是不是我说杀下来让你买，我叫你买在这个点，他不是不是买在这个点，买完之后开始涨，一路一路一路，今天七月十号创新高。想尽办法跟上脚步来，我们进一段广告回到现场来。我愿意好好爱自己，一辈子照顾自己，一定哦。一辈子对我不离不弃的就是我的身体，我要好好爱惜它。试试贵格百分百喝的燕麦，帮助降低胆固醇，不易形成体脂肪，每瓶不到200卡。多种清新好风味，给身体最好的，让它可以支持你做自己喜欢的事。贵格燕麦饮，一天一瓶哦。国际股市瞬息万变，中美贸易联动产业，只要精准掌握市场第一手讯息，只要精选标股，不畏大盘涨跌。葵花在手，江山我有，宝典神功，获利亨通。汤老师将是您股市投资最佳利器，请速拨固德投顾02-2578-3000 2578-3000。Can you feel the love？ 迪士尼史诗经典。Look at the stars. The peace the evening brings. The great kings look down on us from those stars. 钢铁人亿万导演制作。In perfect harmony with all its love.
so will I. 狮子王电影版，7月17，王者荣耀。选举要到了，你可以透过政治现金表达理念与热情，捐赠的对象、额度、方式都有规定。有累积亏损尚未弥补的公司不能捐，外资入资也不能捐哦。对同一你参选人，个人捐赠不得超过10万；对同一政党，个人捐赠不得超过30万。违规者可处捐赠金额2倍之罚锾。合法捐赠最安心，参与政治更阳光。相信安美诺，美丽是来自最深层的呵护。我们只要出门前薄薄的擦上一层，你就可以一直保持在很光亮的状态，皮肤一整天也不会有厚重的感觉，就是这样这么的清爽自然。你就会发现肤色真的变白了，也变亮了。留住你最爱的时刻，安美诺属于你的美丽承诺。传承五代木造龙舟无人接棒，手作铜锣热血师傅继续敲，手工制香编织斗笠，老技艺拼出路，经典再现职人工匠魂。7月13号周六下午1点，中视60分钟。现在很多小姐看起来身材不错，那个小腿看起来是爸爸呢，但是呢不是爸，是油啊。静脉曲张主要就是血流下去，但是它回不来，像是我们这样喷水下去马上不见，它瞬吸哦，汗水瞬间就这样吸收掉了。今天大涨，有没有赚到钱？等解套哦，阿弥陀佛，菜够蒙嘎波，应该又是满手电子股。电子股今天有一个强势的类族群，它叫做啊显示卡族群，比特币族群。因为最近比特币大涨，你看我们今天又出手了，先买先赚。就是有图有真相有扣讯，不打假球不解释后盘。你在盘中你有加入我 LINE 了，买完之后的20分钟我就跟你讲我们买了。你不是我的会员啊，你可能在这里买进，因为我跟你讲在这里我们买进了，你手脚快一点，你还可以赚至1/3停板。好，你是我的会员你就买在这里，有没有？睡吧，行家还出手啊，今天一出手就是涨停。会费的问题啊，轻轻松松一天就解决完了。后面享受好山好水好风景的好盘，等着火山爆发，这不是你要的吗？投资是不是轻松？近水楼台啊，到底可不可以先得月？其实为什么说他刚开始而已？你看看基本面就知道了。汉逊是做什么？显示卡。那显示卡，因为最近比特币啊，在大涨的时候有利润的时候，很多人都喜欢去挖矿。挖矿需要很多的显示卡，啊，那显示卡还有 power， 重点是电费，啊，那台湾挖电啊，在大陆挖电比较便宜，台湾电费比较贵，所以很多人都跑去大陆挖。好，那不管，这个是另外的部分。你看，重点是比特币最近大涨，所以香港的显示卡就会有这个需求，而且它涨3倍，前一波的大涨它也是因为大涨嘛，所以它跟比特币走势是息息相关的嘛。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出手它就亮灯涨停板，那个叫做趋势。而且我想骗你都很难，我在盘中我就跟你讲，不是节目，我现在在亮灯了，我在跟你解分析解盘。哎，比特币大涨哦，注意哦，要买汉逊哦。我在盘中我就跟你讲了，我想骗你都很难了，这不是你要的吗？很多美好的仗，我讲过，这是一场好山好水好风景的好盘。五月份之后，电子股传统的淡季，但是电子股我讲过，不是所有的股票不能做。哦，你要避开中美贸易大战，你看它是接三重的单，所以你看巨基。我们买完之后跟中美贸易当然就没关系，103没有动，我也跟你讲没有动，但你都要动，115块半，没去我也跟你讲啊，一直到它出清120。所以为什么来找我汤顺奎的人啊，都无话可说，亲戚朋友介绍股市涛哥，我讲的时候103出的时候，我也跟你讲，120，哦，103万变120万，1030万，1200万，出的睡不睡？有图有真相有扣讯，不打假球的。
如何掉变成这样，如何紧张中求胜啊，是我每天在做的事情。所以你看我讲的股票不多，很多美好的仗我们都打完，那时候盖白股见证。讲完之后你也看到我们如何，你觉得选股很难，你觉得电子股被电得要死要活啊，我们还是有办法找到这种股票，单股重压啊，国基啊，又是从多少钱啊，又是从多少钱，这里多少钱啊，这里是这里98 119，谢谢收看 Sugar 财富重分配，这不是你要的吗？我住长江头，你住长江尾，共饮长江水。很多好的股票啊，日日思君啊，却不见君，太多了，比比皆是，俯拾即是，很多美好的账自己看，郁金光，好，翻快一点，翻快一点啊啊，竹繁不及被宰，有没有？买回来也跟你讲，出期也跟你讲，这个点有没有办法骗你？是不是这个点？行不行？这个点，郁金光，是不是这个点？出买回来喷出，我都跟你讲。谢谢收看。什么叫做专业？换你来告诉我，汤顺口。朱颜持镜花持树，最是人间啊，他留不住。他是不是机会？他是不是赚钱的机会？你有没有把握机会？会赚钱的人啊，没什么了不起，只是懂得把握机会。在路边啊，等公车的人跟开宾士车的人差别在哪里？积极度，有决心，有企图心。那你要不要改变？观念，观念，观念一通，财运亨通。观念一通啊，半步如影，那知天下。不是鬼，你套你要点子不够哦，电子股哦，现在玩电子股，10个9个9都在等解套。我没说错吧？摸挂板我的功力。现在的生技股的七月是生技月，你现在6月底了，现在7月中了，想要大赔都很难。为什么？因为我们站在趋势的浪头，4月9号就跟你讲了，我们就开始布局生技，一直等它发酵，宝瑞，等它喷出啊，153 157压回，我说变支撑。我不会说压回，我就不敢讲啊。你看压回，哎，老师啊，上影线，上影线放大。老师啊，上影线 ，Kelky 啊 ，Kelky 啊，你不要做高票。我说能看涨，这不是上影线，突破压回来变支撑。我还是跟你讲，小心会火山爆发。你看今天屌屌要吐，屌屌要吐，别鬼管了哈，会不会喷？啊，我们来看，我这样看你可能看不出来会喷了，你这样可能看不出来。宝瑞，你看周线，大收敛三角形，大收敛三角形，开心鸟啊，好不好？刚刚突破，那你如果懂技术线型就知道，大收敛三角形之后突破，出生主升要喷出去了，我们拭目以待嘛。我到现在还没出啊。他今年熊就卡啦啦的十块死掉，那你乘以他是生技股最少本益比20倍，你觉得我要不要出？去想一想这个问题，很多美好的仗啊！来，我们持续在打生技股，你不是等七月生技月再来做啊？七月生技月它已经涨到半边天了，你又落后全市场，你买也不是，不买也不是，所以为什么你老是落后全市场，老是成为主力的盘中孙、嘴边肉？这就是为什么我讲过了嘛，来找我就带你领先全市场，站在趋势的浪头。这就是为什么要花会费的原因嘛？我讲的时候六月，有没有跟你讲七月是生技月？放心好了，不然不会有人讲的。现在分析师盘前、盘中、盘后报纸都在写七月生技月，生技月要注意生技股，那个都落后全市场啊！讯息绝对是落后全市场，这个市场就是这个样子。为什么要参加会员？因为我带你领先全市场六放大。我几月叫你买生技月？如果今天7月10号，我跟你讲，你要注意耗点，你打电话进来吐口水，啊！我今天6月10号，我就跟你讲，我跟你揪啊，有无耗点，有无？是不是耗点？我跟你讲，主厨推荐，镜头拉远。我说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耗点啊！我让你躺着买，务必上车。讲得这么明，你就是会费的问题，会期的问题，川普的问题，你怎么那么多问题啊？你告诉我，你怎么那么多问题？没动，我也跟你讲。没动带你到喷出，讯息就不看了，有没有？我就跟你讲跟紧一点，170，
轻轻松松，轻轻松松，轻轻松松，有没有？到现在我们获利还是不出，我们是获利啊，不出。你呀、啊，等解套。你看这个市场的目的就是等解套。今天大盘大涨，你还是笑不出来啊。亲爱的投资朋友，啊，生技股，我就跟你讲，时间点对，这就是经验。时间点对，你去买就是赚钱。六月。你不是七月再买生技股，七月买生技股你赚不到钱，有没有？我跟你讲，现买现赚，当天当量单涨停买100块，109、114、116、117、118压回，你看我们都是获利不出，看到没有？创新高120，又开始整理，又开始洗盘了，看到没有？整理完毕之后啊，洗完盘没信心的下车，后面会怎么样？跟紧，你真的赚不到钱，汝能是人，何患无才？做错股票换，跟错人换，换才有机会。再问一遍，在路边等公车的人，跟在开宾士车人差别在哪里？这档股票我讲过了，他还在等你，他已经不断不断的创新高，再涨一根停板我就要公布了，公布了又如何？脚步跟紧，我讲过，汝能是人，何患无才？我还有股票要标，你脚步跟紧，跟对人很轻松。你是跟还是不跟？物之敌之不来，是无啊，有标股一代之，我们明天见。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